齐家庭的现在的感情状态？就很自由啊，很开心啊。然后我觉得我们都是还是一家人。我觉得离婚并不是一个终点，我觉得只是我们换了另外一种相处的方式，还是一家人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有两个孩子嘛。因为我们过节什么过年啦、啊、中秋都还是一起过，就互相祝福啊。我尽可能，我希望可以不要让小朋友有任何的缺少。现在他们说，就国外有一种 term 叫 blended family， blended 就是混合的一个，不排除即使有一天他趴脱了，还是我趴脱，我们还是可以一起相处。因为我觉得大家已经成熟了，然后大家下这个决定，其实都是经过很多的讨论跟思考，所以都是一个非常正向的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依然还是很相信爱情。对，我都有跟小朋友 brief， 就是说，哎，有一天如果爸爸有喜欢的对象，其实我们要祝福他。然后他们都说，咦，好恶心。然后我就不会，我说不会，为什么恶心？就经常，其实我跟小朋友一向都是一个，我们是平等的，就是很开放式的一种家庭的 meeting。我觉得十岁跟十三岁，他们比我想象成熟很多，这超龄。对，十三岁可以谈恋爱了吧？可以聊对吧？对，有我都有问他。对啊，然后他说目前还好。对，还好，目前还好，没有一个让他觉得很心动的。